兄弟们啊，今天我来怎么就听着我的兄弟跟他女儿给他吵架呢？好像是什么柜台墙对不上。哎，副长，今儿咋的了？我看那嘴撅的能挂胶瓶子了。哎，你别闹！你是不是想我想的？想啥？啊？你过来，我问你点事。不是咋的了？神神秘秘的。韩大强，你昨天账咋算的呀？怎么好几条烟没进账呢？不能啊，那我看完顾客付完款，我才把烟给他们的啊。你是不是自己拿了？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是有困难就直接跟我说。那你现在你这事儿办的，你和我爸还是兄弟，那你这整得多尴尬呀，我都没法帮你。不是富儿啊，你咋觉得这个钱是我拿的呢？我怎么可能把钱收自己兜里啊？不是，你看这超市就咱仨，你我爸，那我俩一家人拿着钱干啥呀？我听明白了，那你跟你爸是一家人，完了就我一个外人是吧？我这钱就是我拿的。哎，闺女。你回避一下，我跟我兄弟聊一下。你上楼下去。来，兄弟，来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兄弟啊，你说咱俩这认识是多少年了？好多年了吧？你说这事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就是你也觉得那钱是我拿的是吧？不是，兄弟，你这半年来你在我这超市吧，你这忙里忙外的，我本来我挺高兴的，但你说你这事儿，不是兄弟，你别说了，这钱要是我拿的，你就当没我这兄弟就完了呗。不是，你那手机啥的你查了吗？那是不是有延迟到账啥的？没看明白呀？这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呀？这能有啥误会呀？那不可能有误会，那我看错了，那我闺女还能看错呀？不是啥就算了，那不是我拿的，干啥呀，夫人啊？不是韩大强，这事都已经摆明面上了，你到底有啥不能承认的呀？你有啥难处你就跟我说呗。我再说最后一遍啊，这钱不是我拿的，富儿啊！你说咱俩认识半年多了，也经历这么多事儿了，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，关键是你也不信任我呢。不是你个大老爷们，能不能选择干啥？啥事不能跟我说？行，我不说了，你多少钱我给你转过去。不要你钱，需要你个态度。那不是我做的，我承认什么？你要什么态度啊？这么远这个事儿，在你身上那么难了。行，你们是一家人。一个外人，认定这钱是我拿了呗。行，我承认，多少钱我转给你。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这儿我也待不下去，咱俩。这是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。不是啊，我是最近家里人生病了需要用钱，但是我不是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走的话，是错还是对？就算是深陷。我说你行啊。